大家好，我是爱鱼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铁 2.4 到 2.6 卡池爆料。花火终于复刻，流萤队友安排曝光。崩铁 2.3 限定生存辅助梯度榜，软梅泛用性最强，银狼淡出视野。新铁 2.3 版本中已经有不少生存辅助角色，不少角色现在要是有新玩家入坑，想要你推荐的话，你应该推荐哪一些？大佬直接做出了一张梯度榜单，不知道是否和你想的一样，存护和丰饶这两大辅助在游戏中定位非常重要，副本中必带。软梅现在可以说泛用性最强的一名角色，出色的机制使得这位角色直接成为新天后。现在软梅这一强力辅助角色在卡池中复刻，喜欢这一角色的玩家可千万别错过了。流萤目前天火热了，哪怕不带流萤带上黄泉或者其他输出角色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花火和知更鸟这两位同鞋角色要看在什么队伍中，比如花火在输出队伍中，量子战舰或者影月队伍中，那强度直接飙升 T0， 知更鸟在追击队中的表现也是如此，核心辅助目前没有其他角色能代替。霍霍这一角色不少玩家都说他保人能力不行，但霍霍强的点是冲上线，对毕业且适配的队伍提升巨大，但是在大部分队伍没毕业的时候，霍霍舒适度就低于其他生存位了。大佬表示银狼这角色尴尬就尴尬在他是打逆风的角色，比如这期末日幻影拿银狼是可以不看弱点直接搭配任意 C 赌挂弱硬打的，但是大部分人普遍愿意打顺风局，随着角色越抽越多，组一个顺风队伍也就越来越容易，也就越来越多人不倾向于用银狼了。现如今淡出玩家视野中，限定生存位喜欢哪个用哪个，毕竟游戏是自己玩的，玩得开心就对了。新铁后续卡池新安排来了，主要在本次 2.4-2.5 卡池，根据大佬爆料消息来看，就是有点强度加码的既视感。首先就是在 2.4 复刻角色是黑天鹅和霍霍，原理一直被不少玩家所看好，现在看起来还是可以期待一波，主要新三月七的加入让整个 2.4 版本热闹了起来，焦秋作为黄泉的售后队友，期待能有新的质变反应。不过 2.5 卡池比较期待，就是因为飞霄要来了，这一位强度据说不输黄泉的新五星角色，早早的就被玩家所看好，主要复刻名单大致就是花火和真理医生，这两位角色很有特色，真理医生作为追击队中的持有率最高的角色，人气涨也很高，都在等追击队能有新的动作。花火这位使用率有点超模的辅助角色，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，一切都是太欢愉了。 2.6 版本中不少大佬都说黄泉要复刻，这么一算在 2.4-2.6 版本中将会有两位顶级女大 C 来，很期待倒是玩家到时候应该如何抽取这些角色，黄泉有能力的补命座和专武，要么等飞霄技能命座提升所带来的提升数据再决定如何抽取。流萤新队友确定在 2.5 进池了，灵沙这一位击破奶不知能带来多少提升，就是新三月七目前还比较模糊，有说可以和流萤一起上组队，也有说最佳搭档就是飞霄，感觉新三月七好忙啊，下一个命途还未能确定下来。星穹近期要好好准备一番，不然这些角色进池后没星穹抽取就比较让人头疼了。